打出数里之都，作擒眼前是害人惊枪。哦，浓烈的赤草刺片，锐切的尸骨令人惊骇，每一口尸体竟该是不满九回阴骸。龙氏真优秀的海东，世间竟有这般残酷的事情。难以置信的景象，万夫尸骨堆贴如山，任剑水怒火攻心。是谁？是谁能残忍到这种程度？任剑水冬天的事，是怎真凶恶毒？一位万夫孤孤无辜的帝陵，天如幽香，左目一闭，誓言之路，大地再度震动。这个飘起，暂时失了不知所谓喜怒。天无日，光耗万里，为我剑灵；地无灵，旷野万里，秋水扫平。奇闻武侠，尚武术之名，恭请先生一定。剑帖，剑帖，红楼剑阁，这是红楼剑阁。先生剑术通心，就可进入剑阁，再创高峰。请。无。剑帖，奴剑行不入兵，请。必须情怀真武练孤身，探望刘兴剑勇。先生，呼救不进，当中心事，你催我何事？听说你暂避一只隐藏假体，求救回生。你是在何种的情况下被假体？经过以前的一场意外，隐藏自己命的人的尸体即将窜出，我一时不察。被他性质假体，假体之后对人体有何影响？扰乱心神，丧失自我，失心不起，严重者心智发狂。当初我是强行运功压制，才将虫封印在右臂。后来你如何摆脱？经过挥舞万机指点，加上流星剑影的相助，即将耳筒哭出针嘴，落进虎中。针嘴，耳筒如今再现踪影，其中颇有蹊跷。说不定此筒具有强大再生的能力，有可能不止一只，
以我出色，一只英雄传随武功高强的人教体，武功越强，比教体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你无够意料，不行我是道东来人，地狱道总实行，听说伊已经死了。一发功又杀不及手，还击必杀，比英雄教体。发生这种事情也无意外，但对他人来说就是无可期待。你说这是成为斗东来不朽之人吗？哈哈哈哈，你真敏锐，一些英雄之身，即便不是做丹凤之言不足为惊。你可以将铜拿来回矿，有了证物相法验证，你希望我出兵，只要看你的意愿，到时再说吧。反正要回屋万机以流星点鸟，不是吗？在抓虫之前，先往到天剑峰找任剑水。妖李蒙我暗淡究竟的酒我都会冷不要刚好得兄兼了你竟是几次武功我哈不知应酒的应去修竟是求在下不从何用的忘记今夜到此何事我是来告知你斗东来西蒙的真相